决一个难题，就是过热，那么充电收音，可是一个洞就要做两件事，那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又要充电，又要收音，还要监听。好了，这边告诉你哈，这个叫做台湾制造 JW Creator 的 Adapter Life Capture。那么它这里头呢几个重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是 Power In， 我们就是给手机供电。这个是 Host， 我们就是给手机送讯号，它分别是送那个 Video 讯号、声音讯号，那么同时再转监听。那么电在这边看一下，棒棒。买 BG3 长一点的，这是亚洲版的，亚洲版的5000，这个是10000，好，欧洲版的。然后我们就打开，打开之后用你的本机就可以了。那么线呢，这里接耳机，我们长保安康一定要戴耳机听，声音有进来，这里有听到。这个时候呢，耳机有了，麦克风有了，关键来的，这里呢切的是麦克风专用，麦克风专用指的是这个头。那么往这边切呢，就是你收你相机的 HDMI output 到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好，那么收你相机就可以透过我们帮你修正的一些 know how， 就可以直播录影都在里面，同时上好字幕。好，要监听，汪次有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有了充电，有了收音，记得切麦克风是指这里，切这边 HDMI 是指这里，两个一起用就切中间。HDMI 这里是让你输入笔电、手机、安卓、苹果，那么你用手机一定要加电风扇，尤其是 iPhone， 不然它就会过热。那严重的就是20-30分钟的，那有的撑得很久，就看你的机型。好，打开。那打开之后呢，按录影，录影一定要做这个动作。声音常常有一件事情哈，比较聪明的人他们都说了很高兴，结果从头到尾都是他的声音。外接麦克风从头都还没进去，然后他说收音收得好烂，我后来10个有9个其实都没有做这个 double check。 那么这个位置最尴尬，这个位置是他的声音还是手机的声音，我跟你讲分不出来哦，都差不多，可是距离一拉远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成了关键了。他这个距离在100公尺内都能够收到声音，这个50公分以外声音就会一直小一直小，小到最后听不到。好，好了，台湾制造，公家机关可以购买，可以 power in 的，好，可以这个 host 输出到我们的手机进行上字幕、收音、监听、充电、直播、录影、会议也可以哦。他在打会议进去，打到你的电脑做会议，会有 delay 2秒。所以整体的架构介绍给大家，台湾制造，免驱动直播截取影像、收音、吸电卡。它可以把电吸进去，所以这个产品又有一个小名字叫做 J5 杰西卡，谢谢。